一见到呢只八号魔法速递潘明辉八号咧，连续两次十几名，所以大冷门嚟嘅。呢场就系跑千二，上仗成绩好嘅五号、七号，即系红旺同埋你知我得。赢过的马就好几只了，一号、四号、九号、十一、十二，一、四、九、十一、十二。九号洛加福夜七倍，九号洛加福不差喎，上次第七，前次第三，再前次第三。洛加福呢只马六次赛绩有一个第一，一个第二，两个第三。洛加福唔应该咁冷喎，即系觉得。不过喺马会又冇笋盘嘅，即系冇话冷就即系冇乜信心咁解。十号致敬区陈嘉熙，致敬区连续几次十几名嘅，所以就系冷门。十号上次成绩好的五号、七号、十三号是边线跑第四，一号就跑第五。这个艾杜拿第二场赢了，这个十一号仔都柏明区，上次呢就田泰安十四倍跑第九，致敬区连续好多次都跑。十一号仔即系都柏明区，上次第九唔好，前次好，前次第二。跟住呢只有粒星嘅呢个系杨明伦，连续两次第九，冷门嚟嘅三十七倍。十后边只马十三号系咪？几好成绩啊！呢只十二号就差啲，连续两次第九。杨明伦呢轮经常有马赢，赢亲都二十倍或者点样啊？多多欢笑啊！呢只多多欢笑咧，四二二四五三，全部喺前四嘅六次赛绩，何泽耀。多多欢笑十三号，好多人拣嘅呢只马，入过 Q 未赢过。十三号上次跑第四，八倍，赛绩几好嘅只马，六次赛绩。有只七号咧就跑过一次就第三，而家第二次出呢只黄色。魅力一丁就上次第八，前次第十，所以是冷门嚟噶啦，话出去先咁讲。巴道，我马都未训练得好嘅啫，即系咁样。阿 Sir 拉住又点啊？阿 Sir 拉住都唔得噶，你要训练到去听你话先得噶。對縮情的馬，三號的威斯星和十三號的多多歡笑，我範圍都是一七都有的，都是十三號多多歡笑休了這麼久，看看季尾這些場合縮情出來賺一下新鮮感。
第一口三寶的精選啊，咁啊呢一場一號、七號啦，咁啊第四場咧三號、四號、七號嘅，第五場一號、六號、十號嘅。睇下 Jenny 點揀啊 ？Jenny 都係一號啊，水晶酒杯行頭，然後七號嘅你知我得啦，跟住有四號伶俐錶區同埋十一號刀柏名區嘅。一伶俐錶區係咪加咗個眼罩都應該會走啦？收埋唔埋到佢喎，會唔會俾人頂啊？紅黃嗰啲嚟㗎，就係啊，因為入邊有快馬，八卦又快。紅黃又可能快，咩水晶酒杯可能都會壓住個位噶嘛。似乎我預計文明之光嘅組段都會執輸啊，係咯，佢試集都快噶嘛，因為佢好似掃掃埋埋都幾多快馬呢一場。即係整咗係加飯啊，已經啊，即係個場嘅文明之光，都係即係嚟得早啊啲馬啫，真係。一搭六條 Q 啊，著咗燈咯喎，著咗綠燈。一搭文明之光啊，反正一號。情深，前次加咗個眼罩咧，就逼咗佢喺前面，但逼咗喺前面咧，個效果一半，就翻嚟又唔多。但係今次啊，跑翻千二就草地，今次會唔會留住少少跑啊？減咗啲分，就減咗啲磅。听咗啲主持拣码啦，我要七号一号，我要呢个梁家俊潘顿，啲冷门码都唔知边只好啲嘅，真系三号威之星又好厚，上次大热门落地嘅有三只码，一只系一号，一只三号。一隻十三號多多歡笑，即是婆澤耀那隻，即是又要七號一號同我一樣，他要十三號多多歡笑，婆澤耀那隻五號仔紅旺，何銘年最厲害入過 Q， Jenny 要一號七號，我要七號一號，所以他可能厲害一點，真的十一号都几好，十一号都柏明区艾杜拿，十一号因为上次唔好，前次第二啊嘛，上次成绩好嘅系五号、七号，十三号就跑第四，系咪近绩嚟讲就七号好？你知我得就好啲，一号水晶酒杯上次咧就潘顿两倍半。跑第五一毫子位置都冇，而家原班人馬再嚟，咁可能想補翻啦，就可能想啊。呢個七號仔，你知我得梁家俊，睇佢點啊？而家有2.7倍，十一號都柏明區艾杜拿，啱啱第二場就贏咗，而家咧就。咁好笑容啊，幾開心你睇佢。七號、十一號都柏明區。金色衫咧就威之星，呢只係水晶酒杯，暫時就3.1倍嘅。好，其他馬就見到多多歡笑、八卦，亦都搞掂埋，咁啊剩翻四隻馬嘅八卦。剩下兩匹，分別是文明之光和刀柏明區。好了，文明之光最有入閘是刀柏明區，等埋這一匹馬，全部馬不準備妥當三場賽事，四番千二的短途賽粵港杯大熱，暫時是一黃旗舉起，多多歡笑喜琴啊！
利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兩隻馬慢咗，時時稱心啦，魔法速遞啊，好啦，前面快噶嘛，內欄位置就八卦搶咗出嚟跑啦，中間有洛家福啦，黃衫中檔第三有呢只致敬區啊，外邊灰馬紅黃，最出咧仲係只水晶酒杯啊，後多層啊嘛，你知我得白衫黃帽，大約跟住個六七位嘅，響外邊有凌利標區啦，咁啊再後多層啊嘛，多多歡笑啊，後啲嘅馬啦，先見到文明之光啦，黑衫綠色帽，尾五係威之星啊，後邊四隻魅力一丁，藍眼罩咧就刀拍明區啊，後邊兩匹馬紅帽咧就魔法速遞埋邊咧就時時稱心嚟噶，好啦，咁啊入直路啦，八卦就帶住入嚟嘅，咁啊跟住喺第二位咧有洛家福啊，外邊就水晶酒杯噶啦，咁啊再見到咧偷入邊位咧，咁啊仲有呢只致敬區啦，後多層啊嘛，你知我得亦都攞外邊上啊，馬林中間有紅黃，入邊偷位上嚟咧仲有隻威之星啊，最後二百米到啦，前面透出嘅馬咧就呢只洛家福啊，外邊拍住嚟鬥有水晶酒杯啊，元蘭上跟嚟仲有隻威之星，後多層啊嘛仲有魅力一丁啊，接近終點元蘭喘上嚟贏啊，威之星啊跑第二名嘅馬水晶酒杯喺中間，外邊追上嚟嗰只咧就魅力一丁，兩匹馬要影相爭第二，咁啊至於第四名嘅馬係洛家福啊。威之星流完鼻血唞一唞，賺咗啲體力，又有貼欄，結果追上嚟贏啦。第二名嘅馬咧，水晶酒杯仲有冇啊？外邊十四嗰只黃衫咧，魅力一丁，一路一路上緊嚟。第四名洛家福，威之星又係埋門落飛得手喎，八倍喺度打開在港嘅勝利之門。水晶酒杯潘頓沿路三跌跑係第二，巴道魅力一丁後上第三，洛家福正一號就跑得好啲。報文贏兩場啊！報文喺出閘後咗就唔得噶啦，即係哪怕你第六、第七位啊，或者點樣就唔得噶。呢啲短途鬥快噶嘛，唔係鬥你流放噶嘛，鬥速度噶嘛。你睇第二場你就知啦，喺前面出閘出得好嗰啲翻曬嚟嘅，啊出閘嚟講，睇下呢啲咁嘅。梁家俊呢啲咁喺呢啲位度，唉，睇边只马喺前边啦。水晶酒杯系咩色啊？蓝色喺前边，布纹喺呢度，即系人哋系预咗噶嘛？呢啲咧就系梁家俊喺呢度，即系呢只热门马嚟嘅喺呢度。你排第六、第七已经揾唔到位噶啦。我轉到直路啦，睇下報文隻藍色衫點嘅樣啦。洛家福嗰只馬成績好啦嚇，有份啦佢有份啦。你知我得喺呢度，唔夠快嘅啦，真係。啊，魏志勝啊，報文喺呢度啊，深色衫呢只，綠色帽，俾佢揾到個位就衝上嚟。咁你睇打得唔係唔努力啊？你開始是後咗啦嘛，已經三號、一號，威之星都唔係冷門嚟喎，威之星臨尾落飛嘅，潘頓仔一號仔就好過，跑得幾好，水晶酒杯有十四號魅力一丁呢只馬咧就係扭計馬嚟嘅，扭計馬嚟嘅就係、是、但係有速度嘅呢只馬，十四就八十倍位置。